你说不值得修啊？你说隔壁值得送回原厂修？对啊，所以我没有要送原厂，我要路边摊。你要送路边摊修，所以还是要修。对，虾米，想推出来蛮快的，可能要20000块吧。那我也要去马桶里啊！我也要去马桶里。那阿嬷自己走。